我敢说，你在现场或录音带、录影带里欣赏相声的次数，绝对不会多过看电视或看电影。这对现代人而言很正常。虽然烂节目和烂片子的数量总是比较多，但是电视、电影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，当然也成为相声演员拿来调笑的题材了。看谁在说话？谁？谁？没有啊，这儿就我们两个人。看谁又在说话？是谁呀？没有别人呐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最近失眠呢，耳朵里老是有声音呢。哦，你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还不是为了我们那几个女演员呢？剧团里面的。就是嘛，怪我自己，不该成立什么女丑剧场。女丑剧场啊，就是我们剧团的名字嘛。在龙年《爱在他乡的季节》里，我们还拿过一个五等奖啊。你这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。是乱呐、啊。我们得奖以后啊，压力更大了。我们的美卵头家要求我们以后参加比赛要百战百胜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要求是太高了。我带领剧团绕着地球跑，连巴黎、德州的钻石舞台都上过了，演出档期排得满满的。我们那顽皮家族里的大牌女明星啊，更难伺候。都有谁呀、啊？像那个玉清嫂啊，跟她的婉君表妹，年纪比较大，比较懂事。哦，这两个是很有名的。那雪珂太难缠了，我没有办法让她天天开心呢。雪珂也在你们剧团里面呢？那可不，我一个头六个大呀。怎么会六个大呢？一晚上我能做六个梦。哎呦，那太惨了。你说我能不失眠吗？太辛苦了。上个礼拜他闹着要自杀。为什么呢？说呀，我们不照顾他，上台演出的服装啊，只用劣质的蓝丝绒给他做。蓝丝绒？蓝丝绒的布料很好了。不成，留下一封现代启示录，跑到望夫崖上就要往下跳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大伙儿劝他呀。我这瞟了一眼他写的启示录，揉成一堆，我看到上面有阿斯两个字。阿斯？我明白了。那这是怎么个意思？原来呀、啊、他希望衣服用阿玛迪斯来做。嗨，那早说嘛。我说雪珂，哎，你别答应啊。好，你不要担心，你要的丝我会去给你找来，千万要想开一点啊。说的是啊。他没回话，我赶紧呢请玉清嫂跟婉君表妹跟我一块儿去。干嘛呀？我一个人怎么找啊？非得三人行不可呀。哦，带两个帮手。还得先去请教锄头博士。哎，这干嘛呀？这个人是万事通啊。就是有一样。哪一样？耳朵啊，听力不行了。他是个百战天龙啊。聋子呀？他还算好啊。他老婆我爱红娘更糟糕。怎么呢？是个卖阿密天龙啊。这好吗？一家人。我们比手画脚带写字。锄头博士终于明白了我们的来意。不错，那还能沟通。他取出他的天龙八部秘籍啊，展开了虎胆妙算。那算出来了没有？算出来了，写下一个地址交给我，一看我傻了。在哪儿啊？在悲情城市啊。啊，那能去吗呢？可以，可是啊，我得先跟终极警探借他的火战车。他借不借呢？借，可是有条件。哦，那有什么条件？婉君表妹得嫁给他。成吧？这我心想，反正他们两个要好啊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哦，老相好。三十多年前呢就开始第六感生死恋了。哎，三十年前？那他今年多大了？欢乐一百点。一百？他成人瑞啊。那这婉君呢，他年纪轻轻的，他愿意吗？我说婉君年纪轻轻了。那他几岁啊？来电五十。等会儿，那玉清嫂他几岁了？玉清嫂他丈夫已经过世40年了。40年？那他今年好像是综艺105了。天哪！你不知道啊，这终极警探他猴急呀、啊。他急什么呀？左手把火战车的钥匙丢给我，右手就拽着婉君就说呀，说出来那话的不能听啊。他说什么呀？走，婉君，我们做夫妻。不是，做什么？
我不好意思讲啊。哎呦，那怕什么呀？他们到底做什么？做，哎呀，这就是前些日子刚下档的连续剧嘛，一个字儿。哦，做，哦，嘿嘿嘿嘿，我管不了他们了。我说玉清嫂，咱们走。哎，走走吧。玉清嫂带起了她丈夫生前送的洛城法网，上车。法保护头发呀？头发已经没几根了。怕风吹了受凉哦。悲情城市里风大，夏天呢吹的是少年张三丰，冬天呢吹的是小侠龙旋风啊。这都什么呀？这我开着火战车过了贵河大桥，就来到蓝色珊瑚礁了啊。这在海上啊？不是普通的海啊，水面开满了海上花，水里直冒连环炮啊。这是啊，我们得暂时停止呼吸。为什么呢？气泡有毒啊，里面全都是八月桂花香啊。嗨，在悲情城市里我到处找，经过了华尔街、汉诺瓦街，最后在布鲁克林黑街找到了俄罗斯大厦。俄罗斯大厦？哦哦，卖丝的。我们俩人下车一看，大厦的精武门关着。哎呦，门上画着一对门神，一个是魔鬼终结者，另外一个是魔鬼孩子王。是，都不好惹。我邮差四度来按铃啊，小教父才来开门。那有人在就好了。我心想啊，可千万不要只有小鬼当家啊。哦，那是，那白跑一趟划不来。进了大厅，换了教父来接待我们。哦，那有大人在家。我说明来意，教父就引我们进餐厅了。进餐厅干嘛呀？凑巧了，末代皇帝今天在家，而且摆下了芭比的盛宴，请了好多客人呢。哎呦，那都有谁呀？厨师、大盗、他的太太和他的情人。这什么跟什么这么乱呢？这人多呀。饭前呢还开了好几桌麻将，有一桌我看了最不顺眼。哪一桌？三个奶爸一个娃那桌，摆明了欺负小孩嘛。嗨，还有一桌也是一家烤肉三家香。怎么说呢？象人、冰人、超人一个个都很机灵，另外一个他老打瞌睡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他是睡人呐。这没听说过。只有一桌是专业水准。哦，那那一桌是谁呀？赌神、赌圣、赌侠跟赌后。嘿呦，那是精彩。我没想到末代皇帝还是个大鼻子情圣啊。怎么回事啊？一眼他就盯上了玉清嫂了，邀请他与狼共舞。那好嘛，我心想完了，等到他们爱你九州半之后，又要展开末代儿女情了。你呀，就成全人家吧。果然末代皇帝说了，爱人同志，同志，我是七月四日诞生的，不晓得我们的八字合不合。哟，还挺迷信的。玉清嫂回答得更妙，哦，皇上，我是猎杀红色十月的霹雳五号诞生的。啊，皇上一听龙心大悦，又问了，你为什么能活那么久呢？纵义105，那是够老的了。哦，那一点都不奇怪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继母是外星人。嘿，这太悬了。这末代皇帝开始大谈他的童年往事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那是烦人呢。随便喝了两口红高粱，吃了几颗橘豆，就向他们说明了，我要阿玛迪斯。这么直接的那方便吗？皇上可大方了，免费送给我。嚯，还派出400名捍卫战士、400名终极战士帮我把丝扛回来。啊啊，这800壮士啊。这我们一路是午夜狂奔，回到望夫崖前见到了整人专家雪珂。等会儿，这玉清嫂呢？她呀跟皇上回到未来度他们罗马假期去了。嚯，哎，雪珂这下总得高兴了。我可高兴了。又怎么了？他看了一眼阿玛迪斯，一跺脚跳下去了。啊，这还是自杀了？不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不明白呀。我再度拿出揉成一团的现代启示录。嗨，怎么了？揉在里面的字我没看见。什么字？他要的不是阿玛迪斯啊。那他要什么丝？他要的是阿拉伯的劳伦丝啊。去你的吧。 OK， 那个已经连续听了好几段相声的人请注意啊，麻烦你们看看时间有没有影响到你们正常作息，或者是听着听着就搞忘了别的事啊。 OK， 听相声是休闲活动，耽误了正事可不好啊，别让我们背黑锅嘛。 OK。
那个电视机不要打开啊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连环炮的总策划王伟忠已经弃暗投明了。OK， 来讲几句话吧。所以觉得幽默跟喜剧，基本上这个人能够制造喜剧，能够使人家幽默，在一个家庭里面是个家宝，在一个社会里面是个社宝，在一个国家里面是个国宝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不管你是不是活宝，幽默一点的确很宝。OK， 说得多好啊。不过我一向听说王伟忠认为中国人不够幽默，对于这点他有亲身体验。我跟我朋友两个人一起在一个法国餐厅吃饭，气氛很好，我们两个老男人嘛，对不对，没事就叫了瓶红酒，就坐在那儿吃饭，就进来两个这个妙龄女郎，头发披肩，身材姣好，非常漂亮。哎，说巧不巧，巧事儿就来了，他们俩就坐在我们的后面。我就是鼓足的勇气，我想我虽然不是金歪的，我最起码是王伟忠嘛，对不对，我转身跟那女孩讲，我鼓起勇气啊，我说小姐，一个是背对我的嘛，一个是我转身刚好会面对她的，我就说小姐，我们现在有一瓶红酒，这瓶红酒不错，非常好，我能不能请你喝两杯酒？那女孩说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喝酒。哎，我说我这样转过来已经很难看了，大家都在看我，我声音很大，我说能不能就赏我个面子，我们两喝两杯酒。不行哎，我们这样子萍水相逢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我们不喝酒。我说这样好了，我们两杯酒放在你们面前，你们不喝都无所谓，让我感觉有点这个，对不对，有点自尊心嘛，对不对。我说这样转回去太难看了。他说，不行哎，真的不好哎，我看你转回去好了。然后就转回来了，很沮丧，我就跟我朋友讲，我转回来的时候看我朋友脸上带满了那种满脸都是那种悲视我，那种看起来就说你这小子没什么出息的样子。我说那怎么办，那这样好了，人家不喝酒你送个甜点好了。我就转头我就说，小姐，你不喝酒送个甜点给你们吃好不好？不行哎，真的不太好哎，这样好了，你问我朋友好了。这个人已经不太礼貌不太幽默了，转过来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，更叉叉的不礼貌，更叉叉的不幽默。她这样讲，先生，我们不认识 ，OK？ 所以说你请我们喝酒，我们可以不喝 ，OK？ 我们知道你转过来很难看 ，OK？ 但是请你转回去 ，OK？ 我们不接受你的红酒 ，OK？ 也不接受你的甜点 ，OK？ 那么请你转回去，然后我想你也不要再跟我们讲什么话了 ，OK？OK？OK？ Okay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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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说我啊，太毒了吧？哦，我是说毒药的毒，不是独立的毒 ，OK？相声演员的嘴有时候很毒，毒也是幽默的一种嘛。我再声明一次啊，不是独立的毒。